对，我明仔载要请特休。像，搁要找植物代理人，那也叫你麻烦呢。好了，无等去病院再讲，先安尼，拜拜。小可，你刚真正都无想要插我？歹势啦，我最近哦连续互人诈骗，感觉足衰，所以我今麦无想要看到你这女骗子，请你回去坐，我是来找珊珊的。哦，我就是珊珊啊。无你今麦是当作我是目睭痴迷，还是感觉创伫我足趣味的？无啦，我是讲真的，是我拜托珊珊替我把你约出来，啊，若无你看你，拢调过去相骗我，我拢唔知影我要安怎才好啊。哦，那安尼我先来走。小可，等一下啦，你莫洗性地，就算你要走，嘛先听我甲你讲完才去走啊。好，啊，不过你还先听我讲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敢知影我为什么会生气啊？我知影啊，严格讲起来啊，你不是咧生气，你是咧食醋，因为你看到我英俊男帮金贵妃出狱，所以又想入非非，两人跟我该有这什么暧昧代志，对不？早知影就无爱问你啊，愈听愈生气。是安怎？是不是因为讲出来伤到你的玻璃心，还佫脆糊糊啊？不是，是你根本就画错重点啦。我的生气不是因为你甲俊男做伙，我是你气你口是心非，害我林小可哦变成甲姊妹啊抢查甫人的第三者。你安尼哦根本就是陷我于不义。小可，你拄仔讲我是你的姊妹啊，想袂到你这样子看到我。李宝娜，你真正是画错重点第一名呢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介意俊男，你就直接讲，莫伫安尼假生假斗，真正有够假白。啊，唔过我跟俊男真正无啥物啊，迄个是因为紧急状况，我唔再去伊个饭店借变做洗身躯。小可，我发誓，我跟俊男哦，真正啥物代志拢无做。李宝娜，你看我的目睭讲，你对俊男真正一点仔意思拢无。我当然啊，因俊男这么油条，就算哦，你给我配豆奶啉，我嘛配袂落啊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。你的口味拢袂变？绝对袂。那你我知影。七天来哦，我会予你家己讲过的话拢收倒去。你讲这句话，啥物意思？就是你去杀掉俊男呐，唔信哦，咱来收书啊。好啊，我讲无就是无，你想要怎收书？我予你七天的时间，去找你家己的真心。若是你甲俊男之间真正有擦出什么火花？那安尼哦，你就要把你限量款包包送给我。哈，当然无问题啊。啊，不过是安怎要用我的限量款包包来做赌注啊？因为以后我孤单一个人的时阵啊，就有一个叫做成全的包包给我设计啊。那安尼是安怎用七天啊？因为买物件拢有七天的鉴赏期。你爱试探你家己的真心，嘛差不多需要七天的时间。好，无问题，只要你阿卖生气，什么代志我拢答应你。胜利有良心。好啦，明仔我先等你病院处理请假的代志，我先来走啊。宝娜，你这么紧就要请假去找俊男试探你家己的真心啦？这样不是嘞，明仔是我李宝娜2.0的纪念日，所以我要一人好好庆祝一下。李宝娜2.0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有时间再找我跟你解释啊！我先来走啦，拜拜。
兄弟。啊，唔过太主任哦，我促销保外注意代志，我真正啥物都唔知影哦。黄啊，卖紧张啦，是我。林俊男，那是你啊？啊，副理长讲有一个 VIP 在找我呢，啊你？哦，可能是因为大家认为我就是你的 VIP 啊。你哦，你是我的克星，你专门在搞我带衰啦。歹势啦，去甲伊拖累着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这边我有巧，我甲太主爷的相片拢交检察官，无写做新闻，所以袂影响到你啦。啥？我这么多条新闻你无写、喔？这是只不简单去摕到的独家呢，而且恁记者上珍惜这款一战成名的机会啊。别人我是不知影，不过我讲过啊，我做记者找新闻是为着要伸张正义，什么名声啦、独家啦，对我来讲根本都无重要。哦，未歹嘛，你讲这款话，那恁后盖若才斗三工，我得歹势给你记住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万一做坏正义小伙伴啦、啊？来，一起为了正义而战。小伙伴猎头啦。我是女神，女神好不？啊，不过你，你再搞我利用哦，我绝对变成女神，这边给你接我啊！这人哦，看起来真自私啦，但是情况稍比上高班了，那是一听到有人喊救命啊，一定冲第一，该就是。当然啦、啊，我家己嘛知影，我当然是超人，赶快深藏不露，我根本就是正义的化身。啊，唔过你安尼搞我学了，金公，你有啥物无对？天地良心，我讲的拢是我心内话。嗯，你防备心哪会这样强啊？煞气啦，嘛拢是我家己做出来的。无安尼好啦，咱重新开始。李宝娜小姐你好，我叫做尹俊男，是一个为了找新闻不择手段的记者。我有这么多身份，这么多职业，拢是为着要挖新闻，不是为着要骗你。过去遐的代志，敢会当原谅我？当然，无可能这么简单就一笔勾销。我已经把你骗到足惊的啊！刷落来啊，我要偷偷观察。好，为今天的开始，我会把我嘻嘻哈哈的伪装全部拢单调，心心心意表现给你看。安尼应该差不多。我先在等会。喂？哦，我就是。刘大记者，你问我世界集团董事会的代志，我哪会知影？你是不是问唔对人啊？无可奉告。拜拜。世界集团是你们当初听我蔡玉茹，是您表姐。嗯，是啊。哦，哪里有够大胆的呢？在董事会跟婆家宣战，那你等于是造反嘛？俊男，你问这样就是要创啥？啊，咱拄仔才讲完尔，即摆骨卡就是说出来啊，是？无，我只是好奇啦。我先来这样。